人来过后变到因为呢发展基金会，李平东燕做田乡乡里表演，派内人民送暖公益行通。有想有缘的小朋友加入一来老人家，体验一条行通唔里边的感觉。欢迎民众来体验老人家，没有很多年，强行来关怀一三年，迄个六十老人家。眼睛看不到，耳朵听不到，这样子的。为咗多本小朋友有同理心，总比因为身体退化造成不便，小朋友戴帕特纳摩、同意喇叭、木匠还有竖喇叭，体验变老以后困唔准、谈唔实，还有数据唔灵活嘅状况。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戴上耳喇叭同木匠还有家中嘅竖喇叭，强化必须贴发票，有样唔系真方便。让他们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老人家真的就是有很多不方便。从研究股土基老人嘅发展基金会，研究积极嘅同装皮天数木心研菜，希望本土基嘅装皮同他家人共用，也做得过一个受暖嘅春节。一份年菜其实只要600块，那600块，我们过年时间这么长，我们大家都很开心的同时，让他们也感受一下社会的温暖、社会的爱。这样啊，我们乡公所呢，当然我们都捐助10000元，啊，帮我们的发展基金会哦，必定去为我们的老人家服务哦。所以其他这边呢，啊，马上呼吁他家人有善心人士啊，来加入这个行列哦。昨天乡长傅明雄表示，乡公所除了给付经费以外，还会不时前给提供防沙。本发展基金会昨天站采体出点，本基金会做得结合韩国多个采体企业，帮助采体给弱势孤老。下个新闻，潘胜旺平的报道。